欢迎收看财经 Espresso。晚上好，我是林德成。首先带你关注今天的股市。虽然首相纳吉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公司税，但是这个消息无法刺激市场。马股币市值报 1798.61 点，下滑了 6.88 点。有分析人说，首相去年在2015年财政预算案已经提出减税建议，只是还没落实，市场早已经消化这个消息。此外，马股缺乏外资买盘的支撑，今天以低于1800点开盘之后，就掀起了一股抛售压力。外资今天卖出2亿2353万令吉，散户也跟着卖155万令吉，本地机构买进2亿2508万令吉。接下来有企业不良外单元。班子里林国泰旗下云顶大马打算卖掉云顶香港 17.81% 的股权，预料将获得16亿8000万令吉的现金。云顶大马正在寻求股东批准，以不低于每股33美分，也就是大约1令吉18仙的售价脱售云顶香港。分析人认为，这将有助于该公司集中火力打造价值51令吉的云顶高原综合旅游计划。第二则新闻是，提供资讯科技保安服务的思康联合 SCN 不满股票交易所要求该公司列入 GN3 公司，在5月10号入禀法院，要求废除该指令以及寻求赔偿。交易所是在5月8号傍晚6点发出指示，鉴于思康联合2014年财政年第四季业绩触犯 GN3 条例2.1B项和 C 项，必须列为 GN3 公司。该公司解释说，由于公司秘书当天离职，因此并没有依照交易所指示发出 GN3 文告。最后，戴乐集团由于沙捞越安外3项油田的产出分享合约 PSC 做出贡献，戴乐集团截至2015年3月31号为止，第三季的净利按年上涨了65.17%，至大约8185万令吉。第三季的营业额则走高4.92%，至6亿6976万令吉。该公司建议派发每股1仙的单程中期股息。感谢收看，祝你晚安。